来吃饭了，今天吃的菜好多，又炒了这个豆腐，这豆干，叫了一个，豆腐加了鸡下蛋了，就把你手机上来。掉完了，幸好是自己家做的。这泡椒炒出来颜色就变了，喝一碗高点，炒出辣椒，我等下再说，我在那拍视频。我在那拍视频啊，就会，我一会儿再说，我在拍视频。不然。这个高水好喝，我在那拍，我在拍视频啊，等一下我跟你说。这个高水好喝。